我快受不了了，我快受不了了！看这个草人，草人辛朵拉潘森，草人草人要打 support， 潘森打 jungle， 潘森打 jungle 上路伊瑞利亚对上牛，这个版本的牛会玩的话，其实是可以跟伊瑞利亚互压的哦。阿森会去 LAN party 吗？会哦，会哦，我会去 LAN party。LAN party，LAN party 不知道网络能不能够撑得住开实况，因为如果大家都开实况的话，我不知道线路会不会卡。撑下去，这牛在调皮哦，怎么会被他单杀啊？刚才回家不就好了吗？他站原本上路输线的，又少了这一波兵，很可惜哦。但是身为一个好队友，是不能够打他问号的，对，不能够打人家问号，这样子没礼貌。他貌似还没插眼，早点撞的话就杀了哦。那个眼太晚下了，我身上没眼，我不能推他。嘿嘿，
对不对？这个版本的牛、啊、超猛的哦。他们该不会吃小龙了吧？还没，还没。这样没有什么好的机会哦。上路牛一直打得很深，他一直打得很深，下路也打得很深。中路辛朵拉也虽然被拆干净，可是我们的奇勒斯也没有办法有效的把兵线给往，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兵线，所以情况会变成说是辛朵拉一直推线，推完一波就消失，推完一波就消失。我要把他推下去踩陷阱哦，可是他有治愈，杀不掉。我觉得拿他比较好，因为我没血，我坦不住。辛朵拉推完这波兵线，他会下来，我们会很挫。可是既然都抠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要推塔会比较好，应该要果断抠推塔的。这个 call 不该跟，所以要相信自己的判断。他直接把他给干死了。拿他，纳米可以跟我们走。大锤快好了，来上来上来，
干，我这好像在剪尾刀哦。看，我也不想剪尾刀的哦。哎呦，队友没有评我问号。不想吃，好 O O M。
尤利亚三项出来了。GG， 我最近很少在玩，在玩人马，应该说最近我很少在玩肉，三四天没玩了。那个时候去看铁人杯，满脑子都是星海跟炉石战绩。